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韦德。今天要拍的是介绍与人生第一次开箱。我的角色呢，我以后会拍SF2，然后 CSGO，然后和侠盗猎车，也就是 GTA5。然后好，现在开箱喽！人生第一次开箱。哦哦，爱心幸福。哦哦哦哦哦！哦哦好开心，第一次开箱，哇、哦，哈、哦，开心，嗯，好了，再抽一次，哇、哦，哎呀，嗯，哇，好屌，嗯。好屌啊！地形，嗯，哦，什么宁静？哇，哦，好多啊！啊！我那时候这身的其中一个，嗯，哦，欧西里斯，那这三个都很难抽到。嗯，沙漠者。哇！我抽到红枪，哼，有点开心。那种紫鹤，嗯，然后最后两个，哎，拜托拜托拜托，让我抽好东西。哦，是差一点，有力地段。这一个，嗯，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好。嗯，好，对，拜托了。嗯，喂，什么鱼？青鱼。好，哎，照样是很难的。哎，照样是很难的。哈哈。哦哦，伤痕累累。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开箱就抽到了。嗯，嗯，人生也嗯还蛮好的。对，好，那就先拍到这里喽。哎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